接下来，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将为我们当场看图腾、解答问题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喜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。好了吗？那大家从台长给人家看图腾当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啊。可以了吗？好，说吧。好，好了，可以了吗？啊，讲吧。啊，台长辛苦了，谢谢观世大观，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谢谢卢军宏台长。请你麻烦你帮我看一个88年的龙女的，看她的身体。88年属龙的是吧？对对，88年。女的。对。那现在是这样，这条龙呢飞是飞起来了，但是飞得不高，而且看在它这个龙的这个当中的肠胃啊，肚子这一段啊不好，明白吗？是，它是作息时间不是很规律。吃饭也不是太好。对对对对。肠胃不好。它很挑嘴。你们怎么不鼓掌呢？我不看了。台长这个人要鼓励的，鼓励鼓励，我就都给你们看看，否则我就不看了。谢谢台长，麻烦你看一下他的。你讲话声音响一点，好吧？麻烦你看一下他的两个腮，两腮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？龙是吧？88年属龙的是吧？88年属龙的，对，女的。好，右腮，右腮这里血脉不通，有点炎症。是吗？好像拱起来一点点。对对对，他吃东西会发。看见了吗？谢谢他。睡觉很晚的他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他在欧洲，没在澳洲，所以没办法管他。我已经每次在提醒他，说得很正确。没什么大问题的。没什么大问题的。麻烦你看一下他是什么颜色的。偏白的。稍微带一点像澳大利亚那个房子的墙壁那种啊，油漆那种颜色叫什么？奶油色。啊，奶白色，奶白色。奶白色。谢谢。好吧，叫他穿这种衣服，他会顺利很多。他很喜欢穿这样的衣服。哎，你看看。谢谢谢谢。哎，本相嘛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你跟老板，如果你穿着图腾的颜色，人家老板看了就顺眼，乖得不得了。对对对，他刚买的几个那个 jacket 都是这样的颜色，你看了吗？奶白色的，就有点像驼色的颜色。对对对对，就这样。谢谢大家，麻烦你看一下一个62年的虎有没有灵性？62年属虎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的是吧？灵性没有，孽障在腰上，腰很不舒服，有点酸痛啊，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泌尿系统不是太好。没错没错，非常正确。谢谢大家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快一点的话可以看很多人的啊。台长您好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一个54年的马女的身体健康，还有54年属马的。54年属马的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身体不好啊。首先这匹马现在前面这个两个手啊，就马的前面两蹄啊，也就是手嘛，它这个地方关节不好，还有脚的关节也不好。
明白吗？对，是不是你啊？是。是吗？是吗？就讲出来，是吗？就是。是的。有什么关系了？关系不好呀。然后呢，我告诉你自己要记住啊，你的内分泌严重失调，你睡眠不好。是的。鼓掌。明白吗？还有自己要记住，你这个人心理压力太重，你什么事情都放不下，想得太多，出很多毛病啊！你的内脏出毛病，内分泌失调，就是因为你想得太多了。你听得懂吗？明白。哎，明白。问一下，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灵性是吧？对。啊，属马的。啊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啊，你给他念11张吧。啊，好吗？好的。我就不讲是谁了，你应该知道。好的。哦。好的。我想请台长帮我看一下，我怎么解决我们夫妻关系那个很紧张的。夫妻很紧张是吧？那我不告诉你，但是你呢，我可以帮你看看，你听听我的话的意思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你老公属什么的？你属什么的？我丈夫属马。不是。你属马，他属什么？他属猪，47年的猪。啊，看看。嗯，哎，听好了啊。你这个老公呢，人本质不坏，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就不讲了。你呢，每天给他念49遍解结咒。好的。念了吗？还没开始。开始，但是才27。那太少了，明白了吗？49遍。然后呢，给他念7遍心经一天。我有的。有吗？有的。你要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慈悲，然后呢，再念一点大吉祥天女神咒。好的，多少遍呢？再念29遍。好的。好吗？你念了之后，你再帮他放点声，行不行啊？一直在放声着。放声的时候要讲，保佑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先生某某某能够开智慧，让我们家庭和睦，可以讲吗？因为是那种我会交代他们的。我还想你呢，自己稍微打扮打扮，听得懂吗？有时候不要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有时候就稍微听得懂吗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！一讲的对了，马上台长变师傅了。请你帮我，不是请你帮我。对不起，太紧张了。请你帮看一下我们家里面的风水。哎呦，看风水哦！跑得来看风水，好好念经啊！不是，哎呀，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声音啊。我已经念了36张给小房子了。看看不是叫风水，看看家里还有没有灵性。对不对啊？对。紧张。你家主人是属什么的？属猪。几几年的？17年的。不要不耐烦，猪嘛就猪了。17年的猪。啊。你们家好像不在悉尼嘛？不在悉尼。准不准啊？好像是蛮大的，房子倒蛮大，不干净。菩萨供了没有啊？供有。但是好像位置低了一点呢。是。你们家沙发倒挺大的，旧的。对。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只要2秒钟就到你们家了，很简单，你们都会做的。比方说，你们在中国，你们脑子想一想，哎呀，我要看看我妈妈，一想想到中国的妈妈，对不对啊？很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还看到一点东西，嘉庚已经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你其实藏了点钱的，你稍微自己打扮打扮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
有多少我都可以讲给你听。不讲。有没有灵性啊？你们家现在灵性，我看啊，就是进门的，进大门的左面这个地方有一点黑气，可能是卫生间啊，或者放鞋子的地方，或者是厨房，就这个，或者有储藏室，有没有？储藏室放有鞋子。看见了吗？啊！我总心里面老放不下，就是我们那个卧室啊，帮我看一下。因为上面有不能看多了啊，人家不要看了，这么多人啊。是那个床不懂怎么摆，上面有大梁，下面几面门窗都不知道摆到哪去，我们床该怎么摆好吗？那你的床门推进去之后放在右手边。右手边。啊。那是一个大的那个储藏室。对，储藏室就是储藏室边上有一块地方，好像不是太大，但是可以放一半三分之二的地方。那就对着门了。哎，没关系。对着房门了。没关系。哦、我跟你说的看到的就是好的。哦，那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储藏室你又里面又没放什么脏的东西了，我看到里面放了很多盒子，就像要买皮鞋的这个盒子不舍得扔掉。是。是厉害吗？他就说台长不是开玩笑的。好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换人，下一个。所以很多人还不知道呢，悉尼有这么一个人。台长从来不做广告，报纸上从来看不见啊。大家有福气，大家来见台长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台长好啊。家里的佛台，家里主人属什么的？属狗。几几年的？1959。五九年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59年属狗的。佛台还可以。不是太大。对。你请的那种观世音菩萨。没错，他东方台。这么大。对，没错。就这么大。你鼓励鼓励我，想多看看。没错，这个也说实话。好，学佛学到没错。好，说下去吧。你还想看什么？各位看看我左腿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1年的老鼠。1961年属老鼠。哦，你要记住啊，傻姑娘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心要放开一点啦、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太多事情想不开了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不要去想啊、哦，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我讲给你听，你就知道了啊。还有啊，你刚才说的是腿是吧？对，腰部左边臀部。那是这样的，是腰的这个地方一直跟心啊好像牵住了你的腿。对，是跟这个你的就是那个腰部这个不是有一个脊柱这个骨头吗？这个有下面的第二个突出的这个地方跟你这个左腿拖这个筋拖住了。对，鼓掌。对，坐不起来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这个时间啊不是太长，就是这样的伤到你啊不是太长。但是呢也有一段时间。那我看了现在这个事情呢，现在上面我看到灵性了。你知道是什么灵性吗？给小孩子念过经吗？念过。给自己的孩子念过经吗？没了的孩子呢？念过。念过几张啊？十几张大家说会走吗？还在你腿上呢，就在你腰上呢，明白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是个女孩子，你弄掉的是个女孩子，她在你身上，而且晚上刚刚躺下的时候就会有腰痛，还有早上的时候会有腰痛。对。还需要多少张？看看啊，不多，23张。好。
好好念吧，好，好不好？哎，把自己头发染染，前额是天庭啊，天庭要饱满啊，很多人运程不好，头发都遮住了，这个地方亮不出来的话，没福气的，钱财也不好的，听得懂吗？好啦，孽障可以看看，孽障肠胃的部位，哦，肠胃，那大肠就是这个靠下腹部啊，肚脐这个下面这个地方肠胃不好，蠕动不好，嗯，我告诉你有炎症，胃，啊，胃部，哎，胃部有炎症，要当心一点。我看这个胃有点下来，就是胃有点下垂，嗯，所以你经常会有点醉的感觉，尤其吃完东西之后，你觉得胃好像很胀。对对对。对对对，我变医生了，嗯，好不好？还可不可以看我先生有没有灵性？好，先生属什么？属狗。几几年呢？59。59年属狗的。嗯，哦，没有灵性，只有孽障。你的先生对你还不错，3/2都是听你话的。嗯，你蛮厉害的。偶尔1/3气气我。哎，看见了吗？台长讲准不准呢？偶尔气气你，不气你还了得了？你全部爬在你的头上了。好了，可以下去了。好，又有了，嗯，怎么抱两个啊？多抱几个呢？感恩台长为我们看图腾。我们的第二组号码是444-449-932-932-932-323-323-177-177-139-139。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好，台长只想帮大家多看看啊，如果真的有急诊的话啊，急诊啊，有重要的事情的话，台长的结束之后再给大家15分钟啊，在前面跟大家稍微再看一看啊。你讲吧，你先讲吧。台长你好啊，我是40年的龙啊，我想请您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另外孽障都具体多不多，分布在什么地方。40年属龙的是吧？是。哇，你过去做过干部啊？啊，小干部。小干部不是干部啊，还嫌小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啊，身上有灵性，还有孽障，你的压力很大。虽然你现在在澳洲啊，但是你心里还是有很多的压力，你一定要放下，否则你的晚年啊会有一点点忧郁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哎，你一定要放下啊，很多事情要想得开。听得懂吗？台长跟你讲的都是真的，你要每天念心经的，你如果心经不好好念的话，你会出事。哦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这个人很容易想不开的啊。是。好，下面是什么？另外，我的灵性要念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的话，你这样，你先念27章吧。27章。好吗？嗯，是一个你的亲人。过世的亲人，年纪长辈，长辈啊，男的，哎，对，很不放心你，很不放心你，经常在你身上，头发有点花白的，知道是谁了吗？个儿高不高？哎，个儿蛮高的，脖子也蛮长的，有点驼背，对，好，知道了，穿的是蛮规矩的，像这种衣服，就是不是西装，是中山装一样的这种，就是灰色的那种。知道了，厉害吧，厉害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都看得见的。可是台长，我顺便说一下，在不久以前，我做了个梦，梦着一个就是我这个长辈，穿着灰色的中山装，就是跟我一块坐火车。看见了吗？灰色的中山装，颜色、衣服，什么都讲得出来。坐火车一块。
块儿去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他一块儿坐火车。哎呦，你跟他知道到哪去吗？那个列车是从东北的哈尔滨到长春的方向。啊，哎呀！而且但是那个车窗的外面是一片田园风光。漂亮吗？还可以。是白天啊？白天。你给他念小房子了吗？念的不多。念的多吗？不多。但是念过是吧？念过，念过。你当时他的感觉看上去很干净吗？干净。哦，那是好事情。而且还比走的时候年轻。哦，那有可能你把他超度了。你可能把他超度了。嗯，现在还在我身上。但他还没走了，你再弄几张他就要走了。好，就是跟你在一路上，你已经在给他超度了嘛，在火车上。明白吗？我在火车上丢了钱包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钱包。哎呦，问你要钱，小房子不够，准不准啊？逃都逃不掉了，赶快了，不要太懒了。好，一定一定。太长，我的孽障都在什么地方？多吧？啊，腰上有很多，大腿上，明白吗？你肚子上也有一个小孩啊？哦，明白了吗？过去掉掉的孩子。哦，要超度。当然要超度啊。要多少张啊？要多少张？这个要11张，好吗？不错不错，你这个人挺老实的，挺好的，很规矩。谢谢。人家喜欢你，你也不敢喜欢人家。谢谢。台长，请您给我调调经文，好久没打通台长电话了。我念大悲咒49遍，心经11遍，礼佛大忏悔文2遍，准提神咒21遍。圣无量寿光明陀罗尼21遍，还有姐姐咒21遍，另外还给我儿子念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大悲咒念几遍？刚才说49。心经呢？11。礼佛呢？2遍。礼佛3遍。消灾吉祥神咒你念吗？没念。没念没关系。你往生咒念了吗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你念一个月的往生咒。一个月往生。好吗？好，身上有一些散灵。好，好吧，影响你的身体的，所以你的情绪不稳定。一个月要念多少遍每天？每天念29遍吧。29遍念一个，好，谢谢。好吧，好了。另外最后一个还要问啊？最后一个，太长不好意思，太长您看一下69年的鸡男的身上有没有灵性就可以了。你问了几个？就刚自己问了这么长。对不起。你69年。69年属鸡的男的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我看到一个人，如果我讲出来他这个特征跟你现在69年很像的话，那就不是这个灵性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是灵性，好不好？好。脸长长的，皮肤还是蛮白的，这里有两个颧骨。眉毛有点黑浓，是不是大本啊？不是。不是，好了，麻烦了，明星了。那要念多少张啊？给他念7张吧。7张啊。好吧。好。好了。谢谢台长。好。谢谢台长。刘台长好。你好。我是从印尼来的。哦，印尼华侨。好的。还有妈妈。阿姨你大好。我想问卢台长，我为什么一直生病？我的妈呀！他问卢台长，我为什么一天到晚生病？告诉你，生病有好几种啊，一种是身体上的病，还有一种是心灵上的病，听得懂吗？心灵上的病就是灵魂病，灵魂病就是不容易看好的。什么？你现在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相信台长的话，你告诉我你什么病，台长先给你判断一下，是灵性病还是你身体上的病？每天好像一直不舒服这样子。你属什么几年的？我是61年的牛。61年属牛的，就是61年属牛的。是啊。哎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有一个过世的人在你身上，你每天早上觉得浑身无力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。你这个人
在你身上的这个人现在是趴在你脖子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的脖子和颈部这个颈椎啊一定不舒服。是啊。你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赶快把人家超度掉。哦，超度。明白了吗？你不超度掉，他一直在你脖子上，你以后头都站不稳了。看台长这么看，不尊敬了。啊。那我要念什么经呢？你待会儿找他们门口啊，他们有咨询员的，你问他们拿经文，明白了吗？拿经文念心经、大悲咒，还有小房子，还有念礼佛大忏悔文。你别看你现在这样，实际上你年纪轻的时候脾气很大，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啊？对呀。嗯，现在讲话文质彬彬，听得懂吗？年纪轻的时候脾气很厉害的，啊，人也不像现在啊。蛮牛的，啊，我都看得到。你看这这头牛呢，现在走势呢还是不错，就说人呢还是很好，啊，也有吃的，啊，在草地里面什么都还不错，还有点阳光，明白了吗？气量还算大，就是嘴巴有时候太喜欢讲过嘛就算了，但是你骂人家干嘛呢？有时候有些事情跟你没关系的，你也要打抱不平啊，讲啊，人家又不说你好话，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对呀。好了，啊，好了，好了，你还教他？没有，因为他没问念多少张小房。啊，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念21张。21张。好吗？把它抄录掉啊。啊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你要注意一点，你就是关节不好，还有泌尿系统要当心，小便不好，明白吗？嗯，好，少吃活的海鲜啊。嗯，好了，下一个。你好。啊。台长好。啊。我真的非常感恩。啊。因为今天我一早从墨尔本过来。哦。然后3个小时之前。你看，我们悉尼的听众多好啊！一听你这么远的路赶过来，大家为你鼓掌的。谢谢。啊。因为我3个小时之前在你的办公室门口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稍微给我看了一下，然后你现在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真的非常感恩。看什么？就想看看我，就是70年的狗。想看什么？告诉我。想看看我的身体情况、业障啊、灵性啊，和念多少小房子。好，那个业障很多，听得懂吗？那个灵性也有2个。是谁呢？看看自己不肯看，叫我看。晚上我叫他来找你，他把他吓得了，不要看，都是鬼呀、啊，不好看的。要叫台长看。那就不要知道了，对不起。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你有没有一个像你爸爸这么大年纪的长辈过世啊？只有爷爷。叔叔伯伯有没有？没有。因为我看上去这个人年纪不大，有没有小时候领过你的，或者老师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，经常这样的。我告诉你，在你身上，啊，不是太好的，所以你会有忧郁。嗯。我给你看看啊。那你肚子这个地方肠胃紊乱，然后小便这里不好，明白吗？所以我看看，帮你看看啊，你刚刚问过我的，看看啊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输卵管有堵塞。对，我有妇科病很长时间。你命中应该有2个孩子，命中啊，应该有2个孩子，明白吗？那我希望有小孩，我不知道。你现在没有。对啊。嗯。
我这样吧，我是爸爸。你老公属什么的？他属鼠，72年的。你呢？我70年的狗。啊，是你的毛病，不是你老公的毛病。是啊，我知道。你老公没问题。对。嗯，这个狗叫得蛮欢的。是啊。多少张小方？49张。好。好吗？哦，等等，我看见个老爷爷了。哦，那是我爷爷吗？啊，额头挺高的，头发往后梳的。是白头发。对对对，哦、全白的。是我爷爷啊、哦。哎呀，在你身上啊。但我愿意超。他对你特别好，还是对你特别不好啊？他对我特别好。很爱你是不是啊？从小领你的是吧？是。是是是。在你身上了、啊，赶快给他念经啊。多少张呢？哎呀，麻烦了，我看出很多事情不能告诉你。你知道你前世跟他什么关系吗？我不想讲，所以他现在看见你，他就不想你，不想让你那个什么东西的，听得懂吗？要多少张呢？就是49张呀、啊。哦，那就给他的呀。你刚才说的。哎，老爷爷，这个老爷爷很厉害，很有能力，听得懂吗？过去啊，很有能力，有 power、哦、谢，听得懂吗？谢谢、嗯、那我写的时候是写我的药经者，还是写我的爷爷？你这样、嗯、你可以写一半爷爷一半药经者，49张、啊、听得懂吗？谢谢。为什么呢？写一半21张给爷爷名字写上去、哦、还有，因为不知道你身上还有其他这种散灵啊什么东西啊，或者有其他这种、嗯、那你最好的再写你的药经者，你这样的话就安万无一失了。但是你要放生啊，你要放80条鱼啊。哦，我现在初一十五就放生。80条鱼。啊，就一下子，还是我每次20条或是？哎，可以，但是不要太小。哦，因为只有这么小。只有这种小鱼，没有大鱼。你看，小鱼80条的，1000条的不多，不行的，小鱼没有、哦、要这么大至少。哦，好，到时候我朋友怎么放？谢。是，舍不得钱的。没有啊。哎呀，明白了吗？真的非常感激，非常好啦。谢谢。你刚刚不是看好了吗？她要是怀孕了，像她这种情况多得很的，很多人一直怀孕不出来，到后来不就是怀孕了吗？谢谢卢台长。今天那个朋友是我新今天带来的，他也是信佛之人，今天有幸抽到的号码、啊，他不知道怎么问，所以我就想帮他问一下。他想知道他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是90年属马的，两个女儿倒好像皮肤都是有一点小问题，叫卢台长看看。90年属马的是吧？对。嗯，你让他讲吧。90年。90年属马的。还有你哦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脖子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就从鼻子下面到脖子这一段皮肤不好，还有一段肚子这里到大腿，明白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孽障，家里过去有人钓鱼，或者就是杀生行业，听得懂吗？哦，难怪要你讲的，他不大讲话的，那你拿过来讲吧。帮他讲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，不知道怎么。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对的，他念我，因为我知道。看见了吗？他对的也不讲话，啊，不看了。然后这些啊，知道他女儿的工作啊，学业什么？两个女儿是吧？对，现在还是他女儿什么？那一个性格活跃一点，一个比较孤僻一点，听得懂吗？有一个女儿还可以，心情还可以，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，有一个不是太好，有一个好像有点忧郁。因为大女儿现在还没有工作吧？有啊。哦，现在有工作。哎，我没看错的。哎，你这个一手资料都，我当场看得见的。好啦。小女儿是零
2004年属猴的。看什么了？也是皮肤好像也是有问题。我已经讲了，你要叫他回家，回家就叫他问问家族有没有人杀业的、比方说经常是做那种杀业的。就是听得懂吗？那怎么念经、像这个叫他念小房子。有的念了，皮肤念到好为止，一个星期最好念2到3章。好吗？然后叫他念心经，每天念27遍。然后念消灾吉祥神咒，念49遍。就可以了，好吗？那还想问问那礼佛叫他念1遍。好。还有就是小女儿那个读书，会怎么样？你怎么跟他一样坏的？因为很小了，不知道他在哪方面比较好一点。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小女儿没问题的。没问题啊。读书以后事业都没问题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好不好？还有一个，他就想看看他家里的那佛台，还有他家里有没有灵性。主人属什么呢？属不是他。属老鼠的。属老鼠。老虎。老虎。62年。老虎是吧？没问题，佛台还可以，小了一点。好吧。没错。好吧。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谢卢台长。你好。幸会昨天、今天都能够听到、聆听到卢台长的开始。我想问，我过世的奶奶是1988年走的。88年是吧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名字因为年纪老了的人都是姓她嫁的人家里叫朱门林氏汝仁，就是嫁到朱家。就是自己没有名字，因为这个以前老一代的人都这样。那么我记得好像是说他自己的小名叫林桂清。叫林桂。林桂，林就是双木林，桂是桂林的桂，清是恭亲大清的清。什么叫爱清的清？就是黄。爱清的清。林桂清是吧？对。是你的谁啊？我奶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脸长得跟她很像，因为你爸爸跟你奶奶很像。对。我猛一看觉得看上去有点像男子，你听得懂吗？什么时候死的还知道吗？1988年。你们家里有人给他念过小房子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赶快吧，要投人了，半年时间。有多少张？多念一点吧。21张一般是超越一个界。但是他在的时候，他在的时候，他绝不投人了。还有很多人在死的时候说我不要死，死不死啊？你告诉我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。对啊，受了很多很多苦。你以为啊，以为他想不死就不死了？这个是靠修的，靠练的，听得懂吗？叫修炼。好不好？那问一下我女儿88年了嘛，想问什么？婚姻，读书和以后的未来。是感情也不好，他的性格比较内向，读书没问题，以后感情也当心一点就可以了。要小黄色，多给他念点心经，还要多给他念一点那个如意宝轮王陀罗尼，让他很多事情都能够如意一点，好不好？看了呀，刚刚不看图灯怎么看得到？那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我的看了几个了？2个了，不能再看了。我也是。打电话26打到东方电台来。
就是请罗台长慈悲。哎，不行了，人家这么多人了，你问问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哎，好了，两个了。好，下面。感恩台长为我们看图腾。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号码是9 0 4 9 0 4 0 3 8 0 3 8 0 3 3 0 3 3 1 3 6 1 3 6 9 0 5 9 0 5 8 4 3 8 4 3 4 8 4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卢军宏台长为我们看图腾。好，谢谢卢台长。我首先想问一下，我家里的那个佛台安装的怎么样？我是1972年属鼠的。是，你是主人是不是啊？对对对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72年属鼠的。好，很好。很好。菩萨来过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家里香啊，有过卷过的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我们这个家是新搬过去了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家里有没有灵性啊？有。有啊。在你们家进门进去之后，右面的墙上，你有没有挂什么画没有？右面墙上挂了一个圆形的一个画。看见了吗？是这样。有点古色古香的，对不对啊？是古香的。圆形的画是什么？圆形的一个画。抽象的。有些花在上面。啊，圆形的。对对。你傻的不得了啊！还要我讲啊？花的，圆形的，那什么花圈呐、啊？傻的不得了，这个能挂在家里的？哦。你不惹事情啊？台上这也看得见的。啊，这个要练小房子吗？这个嘛，慢慢想办法把它拿下来嘛，好吧？啊 ，OK， 好吗？不过如果有气场不好，没有看见灵性是气场不好，气场不好拿下来吧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拿下来之前念念几遍心经吧，念七遍心经吧， okay， 七遍心经，七遍大悲咒。好吧，谢谢。另外我想请卢台长看看我是什么颜色的老鼠。你属什么？老鼠，72年的。72年老鼠是吧？对。稍微偏淡一点，稍微偏淡，哎，不要太完全白的，稍微淡一点，稍微淡一点，哎 ，OK， 另外请卢台长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你一起讲出来，啊，你讲一次台长要打上去一次，你知道多累啊 ？OK， 好，你全部讲出来，台长帮你一次看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就看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，跟着想卢台长帮我看看我的事业会怎么样？几几年属什么呢？1972年属老鼠。前途马马虎虎，目前来讲不会特别好，听得懂吗？你赚不到大钱的，但是一般的绝对不会穷，听得懂吗？你这个人啊太保守了，胆子也比较小，叫你做老板你不敢做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还有刚刚问什么？我身上有灵性吗？没有。好，谢谢。好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人倒是个好人。卢台长你好，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1957年的鸡。1957年属鸡的。是。就是是我爸爸了，他身上身体不太舒服，就是腰。腰什么？就是他的腰椎不太好。我帮你看看啊。57年属鸡的是吧？是。看到了，不是一般的不好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他的腰椎啊，肩盘有点突出啊。对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地方医生肯定叫他动手术的。对。但是他没有去。他没去动。对。我现在看不到伤口。是。是他的腰上面的第三个地方，第三个骨头这个地方。是是是。
太厉害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人家听众都聪明啊，哎，要看医生之前先问问台长，生癌症台长也看得好的，很多人被医生一讲吓得来，回到家饭也吃不下，觉睡不好，加快毛病。跟你说，他先叫台长看，排队都不要排。啊，他应不应该去动手术呀？他，我看看啊，老虎是吧？那个属鸡的。啊，鸡是吧？是比较严重一点，这样好吧，站吧他还能站得起来，只不过痛，有时候背要驼一点就好一点。对，那么现在告诉你，那么开这动这个手术呢，你可以去问医生，有一些危险的啊，如果开得不好的话，他整个人就以后站不起来了。现在呢我教你个方法，我看到呢是有一些东西在身上，但是不大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，就是可能呢长期的腰肌劳损，再加上有灵性作怪，那么加在一起会形成这个毛病。现在呢你两步走，一个呢啊先用物理治疗，然后呢自己呢坚持锻炼啊，还有用热水要敷这个地方，谢谢啊，还有就是要泡脚，泡脚热水泡脚，明白吗？还有叫他念49张小房子，每天要念大悲咒21遍。好的，好吧。还有叫他要许愿，不吃活的海鲜了。好，好不好？能不能你给他放放生？如果这些你都做了之后，你过2个月再去查一查，他会不会好一点？他自己马上就会有感觉了。如果明显的好转，就不要动手术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谢谢台长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87年的兔男的，是我老公问他的事业。87年属兔的。对。只能看看灵性有没有。87年属兔的啊，你老公本事有一点的，人脑子很活。他在不在这里啊？在。啊，在我就不讲了。稍微有一点犯桃花运。对，好好的啊啊，这种事情嘛，多念念姐姐咒啦，多念念心经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啦，谢谢。你听他话的，你很老实的，你帮着他的。谢谢台长。好好好。台长好、啊、我今天去介绍我第一次来第一次见台长、啊、我这个缘分很感激、啊、感激观世音菩萨、啊、我每天家里都拜观世音菩萨、啊、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台长、啊、第一个，就我两个女儿，大的女儿属马的，16年属马的，请看一下她的运程怎么样。第二个问题，我的小女儿属狗的，70年属狗，也看台。你一个个来好吧，台长打上去一次我就忘记了，因为每一次你告诉我一次，我打上去气场打上去一次只能看一个，明白吗？第一个66年属马的，台长看一下。想问什么啦？你想问什么？运程事业。哎，你们讲这些东西把台长当算命的，这台长就不大愿意听了，因为现在你要知道，你们要改变自己，而不是说单单算算，你到掐到那去找人算好了。你听得懂吗？你要问这个东西，你要问的，比方说身上台长这么好的气场，跟菩萨直接接气，能够有这个通灵功能，有天眼通，台长能够看到的东西，你要问什么？你应该问台长家里气场好不好，过去的亡人在哪里，或者身上有没有灵性，那就身上有没有鬼啊。你想想看，我现在就算告诉你前途不好，你自己身上有鬼都不知道，你这没有用的呀，你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叫人家算命，人家说你不好，你改得了了？你改不了的呀。哎呀，就像人家说犯那个太岁一样的，你穿的把身上全部穿的红的也没用的，明白了吗？哎，请问就有什么灵性，就应该念什么经？转得倒蛮快的。属马的。对。我告诉你，首先你两个女儿的性格不一样。是。
第二，你这个妈妈太严格，很厉害，你不但管孩子，你老公都管，听得懂吗？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哎，坦白从严，抗拒更严啊。我告诉你，用不着担心的。好的。两个女儿都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身体不大好。嗯。有一个女儿。我现在帮你两个开始抓紧时间。有一个女儿，就是你刚才不是属马的另外一个，她的肠胃不好。对。嗯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感情运也不大好。嗯。明白吗？对。谈恋爱会失败。好。嗯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我家里供了观音，你看看我们情况。你家里供观音，你念的经不是台长的经啊？对，所以我第一次来接受台长，这个还是有缘的。我以后要给台念台长提供我的经。哎呦，态度很好。看看还有几个可以看的。我每一天都拜观音，但是我不是要记住念台长的经。要记住，拜佛不念经等于不拜佛，烧香不念经等于不烧香。你要知道，念经是相当于经文，相当于药，什么药都能治病，但是要看你到底什么病的呀，不是说乱拜乱念的，你听得懂吧？有些很好的经都是大经，都是人家出家人念的，因为他们已经许愿了，他们连家都不要了，我们天天还忙在家里，我们天天还要这个好那个好，要贪名贪利的，我们怎么念得了啊？你听得懂吗？哎，念过地藏经，你过去对我会看不出来的。好啦，就是我看看我家里观音的成台怎么样，佛台那样子蛮好看，好像装饰的还挺好的，菩萨不来啊，听得懂吗？而且你的放水的杯子上面有刻字的，台长都看见。好的，是的。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又怎么改进呢？怎么改进？对。哎，介绍你这个认识台长这个法门的人啊，他能帮助你，听得懂吗？你或者到门啊，或者你或者到门口啊，到咨询室去问问。实际上你要知道，杯子上。除了大悲字、大悲咒，杯子上可以刻心经，不要，听得懂吗？另外很多讲究的，你把台长的书好好看看。另外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先呢好好修台长法门，把自己身上的孽障啊去掉，工作好、学习好、家庭好、孩子好。然后呢，等到我们晚年的时候，我们念念阿弥陀经啦，那个念念那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啦，我们那时候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明白吗？现在身上这么多的孽障，这么多的冤亲债主盯着我们要，你怎么能够现在走得了啊？啊，再说叫你走的话，你又不会真的要走啊？你现在就想走吗？那人家我到香港去，人家一个大法师，一个主持跟台长说：“台长啊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，就是让我早点到西方极乐世界？”人家讲我相信，你现在跟我讲，台长，你让我早点去吧。你说我会相信吗？到时候这一痛，哎呀，救命啊，菩萨！我不讲，你家那个人不死，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？问题你去得了，去不了还不知道吗？对不对呀？对。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台长好。啊。谢谢台长慈悲。啊。我想问我儿子96年属老鼠的身体。96年属老鼠的。96年属老鼠的，整个身体看起来比较弱，瘦弱，那个骨骼骨架啊不是太撑开，明白吗？好像啊，你看准不准啊？好像有点像骨头啊，有点像缺钙一样。好像有点收放不开，要叫他多运动，比较腼腆。是的。好吧，还有其他的就是，
啊，肾脏、腰子啊，以后会有毛病，明白吗？嗯，其他可以。现在有没有灵性？有一个小灵性。在胸部上。对。所以他左胸。哦，他昨天犯气喘。看见了吧？昨天犯气喘。要念几张小房子？啊，这个不多，七张。哦。烧了就好。好的。好吧。家里啊，窗户都打开打开，好吗？好的。我看你家里好像窗户都不打开，明白吗？老怕人家偷你东西。好啦。哎，它什么颜色的老鼠？还有在什么地方？白的。哦，白颜色。嗯，好吧，经常穿点白的衣服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偏白的白衬衫呐、啊，啊，或者就算穿外衣这样，把白领子往外翻开，这个孩子会看上去 very handsome boy。好。好吧。谢谢。再看大儿子94年属狗有没有灵性？大儿子94年属狗的有没有灵性？哦，他腰这个地方有一块灵性啊，孽障孽障，没有灵性，是孽障。就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再加上小房子14章、哦，慢慢念掉，他腰会好。礼佛大忏悔文几遍？一天。礼佛大忏悔文念3遍。一天。好不好？好。谢谢。好了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1962年属虎的，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。男的女的啊？女的。1962年属老虎的。啊，对。身上有没有灵性？62年属老虎。好，身上有灵性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看到一个脸大大的男的，明白了吗？就是大的，这个脸大的已经有点像肿起来的感觉，明白吗？不是太好。要几张小房子？你给他17张吧。17张小房子。好吗？还有其他孽障什么也没有？孽障现在还没发呢，没那么快。17张小房子。你叫他平时每天每个星期做个最好念2-3张。哦。好吧。另外一个是1963年属兔的男的。63年属兔子的，男的，对，想看什么？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家里的风水好不好？这个人经常发无名火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家里有点灵性。念3张小房子，好不好？住宅的要经者。什么？念给。就是念给，比方说他的名字，进证他的名字，房子的要经者，加上房子的要经者，明白了吗？念掉就没关系了。男的没有，身上没有灵性哦。男的。兔子的有没有灵性啊？63年兔子有没有灵性？就是房子的灵性经常到他身上去了。所以他就会发无名火。他教室不好。叫。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很对。对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找医生的话就叫他吃安眠药。台上有办法，叫他念心经，念大悲咒。我帮他念心经7遍。他饿了你帮他吃饭好了。你要叫他相信的，听得懂吗？好啦。大悲咒和心经。对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再见。感恩台长为我们看图腾。我们今天的第四组号码是319-319-1034-1034791-791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大慈大悲的卢金红台长。卢台长好。你好。我一路过来都不太相信。很多事情。我觉得除非你来问这个问题，要命了，这种人也有。我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听你的电台我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第一次。
听，所以我是很。你刚刚听了没有啊？你刚刚听了。刚刚当然听到，我就是一路来的时候我就想说，除非你。你刚刚进来啊？没有，我刚刚听到了。你刚刚听到了。你也抽中了我来问，所以我觉得很神奇。就这样子。要命！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。就是你的意思，就是叫我给你点颜色看看，就是 give you some color, CC。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否则们就不相信。我因为真的是没有听说过李大明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很低调的，你听听看报纸上，我在悉尼从来不登的。要记住啊，这个是有缘分的，我们不是在马路上卖东西啊，拉广告啊，是你听得懂吗？这个是有缘分的人才能相信，不没有缘分的人很多是擦肩而过就没了吗？但是你既然今天抽到了，台长一定帮你看好吗？非常有缘分，好吧？对，那你我想请问你啊，你有没有 religion 啊？信不信 religion 啊？我是信佛的。信佛的 ，OK， 那就没问题了。好， okay. 你说吧。好，我只是先问一下，我先生就67年，属羊的。那我问他就是他的身体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快不快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先生啊，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肠胃。和腰不好，明白吗？ Uh-huh. 啊，还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的喉咙地方经常咳嗽，经常有痰，而且经常有咽喉发炎。OK。OK， 这种没有。他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很少说自己有什么毛病，我只是能旁观的看到他是有。你跟他生活了几年了？10年吧。10年了，你都不知道你老公是身上有什么病？是有这些毛病。好了，早就可以讲了。这种人也有的，你再要讲，我讲给你听。你老公跟你结婚之前有过女人？是的。回答得蛮干脆的。你再不卖账，我把你家底都全讲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听得懂吗？明白。现在老实一点。那他的他很苦、okay. 他的家里就给他找了很多麻烦，他从小在家里承担很多的责任。我不知道。怎么跟老公生活的十几年了、然后你认为他这个事业以后会怎么样？很怎么样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跟你的缘分不深。OK， 那能够怎么样呢？能够怎么样？不能怎么样。你跟他两个人都有目的。哦。真 surprise。我告诉你，他对你不是完全了解，你对他也不是完全了解。嗯。我就告诉你，我现在直接感应他的气场，可以知道你。嗯哼，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你的先生心很苦，压力很大，做过小老板。是的。好了，不是给他看了 CC 的吗？可以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小姐， okay, 好不好啊？我想再问一下，那个屋子，我们的房子，就是风水。我都不第一次来，所以我不知道该问什么，我就听别人这么讲。所以你们大家要记住，台长呢，以后呢，就是说呢，因为台长呢，随着那个现在全世界大概将近有300万人跟着台长在学，300万人，所以大家想想看，我现在所以一般的不相信的人我就不救了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我一定要救有缘的人，所以你们今天来了，我希望你们赶紧就相信。以后今后呢，台长可能开法会啊，就是不相信的人我基本上就不接待了，大家知道吗？因为我现在天天忙，就是连那些就像你们下面这么多的人都念经的人我都来不及，何况像你们这些要靠你们再去救他们，而不是台长直接来救。
但是呢，他今天通过这个呢，他能相信，所以还是很重要的。是的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的先生的泌尿系统不好，小便 okay, 是，那你看看，尿就是尿频尿急啊，你知道吗？尿频尿急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要想让你先生好呢，台长之间的点题吧，就是你我呢，希望你呢给他每天念念那个礼那个准提神咒，这个是心想事成的经。好。还有呢就是心经，让他想得开一点。好。实际上他压力很大。是。人不坏。嗯。啊，还有呢，叫他念大悲咒。OK。明白吗？明白。然后呢，你要叫他啊，他就是。自己身上有一个灵性，这个灵性呢是他的一个长辈，过世的长辈，啊，是个男的，现在在他身上。OK。啊，你叫他要抄小房子七张。OK。他会开心很多，好吧？否则他很烦，就是他本人家里的事情也让他很烦恼。OK。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明白。还要我讲吗？很烦的。谢谢谢谢。好不好？好，还有再问另外一个是69年男的属鸡的，只能问一个，另外一个只能问问什么呢？只能问问有没有灵性呢？好吧。啊，或者给你问一个问题吧，好吧？你比较特别，因为你不懂啊。是我真的不懂。啊，你告诉我那个属什么的？属鸡的，69年的。嗯，你想问他什么？问一个问题吧。想问他什么？他能顺利的达到他的目的吗？大家看到了吗？所以我跟你说，不学佛的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明白了吗？他就在拜，他不明白道理，对不对啊？他什么呢都害怕人家，怀疑人家，嫉妒人家，他什么心呢都常常，哎呦，他知道我怎么会怎么，他活得多累啊！你看他讲一句话都不能坦坦荡荡的讲出来，你看台长多开心啊！我讲什么，我想说什么。对不对啊？你跟人家坦诚相见嘛，有什么关系了？谁认识你啊？你一走掉，我都不认识你，对不对啊？你就告诉大家，大家也是听了之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你什么东西，他能顺利达到他的目的吗？他什么目的啊？他想去抢银行，看看能不能抢到。吼吼吼吼吼！没有，哎，就是，什么都要隐蔽起来，不讲的，真是。他就是要申请来澳洲。啊，你真的是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你要听听我的节目，你我又不要你买收音机，你自己从网上当下来了就给他听了吗？全部上面有的呀，台长不做生意的，收音机我都不叫你们买的，我就叫你要网上自己当落下来自己听，听得懂吗？你要学台长就开心。好。好，现在好一点了，啊，看看啊，哦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9年属鸡的。女的男的？男的。已经在申请了。是的。我告诉你，会叫他补材料的。是的。准不准呢？大家鼓掌鼓得热烈一点。开玩笑的，哎呀，他的目的能达到吗？什么目的啊？不讲了。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有希望。谢谢。出得来的。谢谢。希望你好好改。谢谢。啊，以后好好修心啊，明白，不要遮遮掩掩的，台长会最不喜欢遮遮掩掩的。好啦，现在知道了。哎，你看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个马上解决了，一个人就好了，啊，开心了，啊。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谢谢卢台长，见到见到你很有缘。我想问一下，57年生的，我的妈，声音很嘹亮。你刚才不是跟他们说家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事情要。对对对，好。我想问一下，57年属鸡的，他现在97年开不到，胃开不到，我想问一下他心上有没有灵性？57年属鸡的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57年属鸡的是吧？对，他开不到，这97年开不到。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身体不好，对，体质不好，他会复发。是吗？嗯，我告诉你，
他过去开刀的地方是现在目前看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现在看他从这里到肚子这个部位全是黑气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，会有麻烦。那有什么去超度他呢？啊，先台长帮你看有没有灵性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啊，是你的谁呀？是你父亲啊？是我先生。啊。这样好吗？我看见他身上有很多活的东西，海鲜，像鱼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他钓过鱼没有？应该没有吧。他吃活鱼吃的多不多？以前多，现在好几年不吃了。你不要说现在，以前吃过的全部都算了。嗯。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哎，你最好了解一下。如果他是钓过鱼的话，他一定折寿。折寿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他会有很多的劫的，所以你最好如果知道这个事情，你最好赶快给他现在念往生咒。往生咒。啊，还要念心经，还要给他念小房子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你先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的身体素质很差。身体啊，体质很差，他很努力，做事情也很努力的。对对。人很好，而且很爱家。对对。讲得很准。所以我上次见到你，我就很相信你。啊，你好好的相信啊！实际上不是相信台长啊，是相信观世音菩萨。对。因为观世音菩萨让这么好的法门给你，一念经就好了，多好啊！对不对啊？台长看人看得准不是一个目的啊，目的是让你们改变啊，看得准只不过让你们相信，相信了之后你们就能改变自己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台长再帮我看去，那他的身体，说他身体不好很有黑气，那以后他将来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他的身体不好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主要是这个肺啊，胃部，胃和，我就看这个吧，他的胃不好啊，胃不好的话，这个肺和胃还有他的肝都有问题，我看到了，看到是吧？哎，所以他的肝不好，肝已经有脂肪肝了。是啊。哎，好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要叫他当心，他现在这个人，我刚刚看他图腾，我看到这个图腾，他这个人呢，不是是挺起来的，背有点驼的，就是走路啊，就这样。因为他蛮高的嘛，我这么高，他也肯定很高啊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嗯，谢谢。然后再帮我问你看一下，五九年生的，属猪的女的。就你啦。嗯，对。五九年属猪的，想看什么？只能看一个了。看一下灵性。嗯，有一个小灵性。啊，打胎的孩子，男的女的？有，死就死掉，那么算了。男的女的，告诉你好吧，让你难过一下，男的，跑掉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现在知道台长厉害了吧？好好修心念经，待会到门口去问问看，念点什么经，拿点经书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哦，会好的。好的，不能再问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如果我现在在做生意，我以后这个生意会好不好吗？这个不看了，好好念经吧，好不好啊？啊。大师大悲的，台长你好。啊。我想请问一个61年属兔子的男的。61年属兔子的男的。啊。想问什么？男的是吧？嗯，身体不是太好。属兔子的是吧？属兔子的。嗯。腰不好。腰不好。哎，老妈妈她以后关节也会不好，而且她的脾气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好不好？
你给他多念念心经吧。有念心经。他不大听话，尤其跟你合不来。对。鼓掌。明白了吗？好了。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呢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有灵性。有灵性啊。赶快给他念十七张小房子。有那17张。老妈妈，你知道这个灵性啊？台长看见一个男的。是男的。瘦瘦的。你是不是一个人呢？我一个人。有没有老伴呢？老伴过世了是不是？没有。没有啊？是死了对不对啊？瘦瘦的是不是他？你老公人不胖。不是他。不是他，那瘦瘦的是谁啊？在他身上。瘦瘦的，多大岁数吧？要我看过人啊。看上去像70岁左右。40岁左右。你家里有一个人70岁左右走的一个男的，你的爷爷或者你的或者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外公，就你妈妈的那个爸爸。瘦瘦的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要放那小房子。再带小房子，要八张。你八张啊？你是嫌多还是嫌少啊？本来讲17张吧。给17张烧完了再加八张，好不好？我想再问一个，是71年属兔的，是男的。71年属兔的男的，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啊。怎么样的？有9张。好了，老妈妈。他灵性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老妈妈，晚上我叫他来看你，好吧？想好不好啊？我晚上叫他到梦里来看你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台长肯定能叫他来的，想不想看？属猪的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吓得了不敢讲。属猪的什么？属猪的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是吧？白的。好吧。他年纪要你几张房子？小房子，你待会已经跟你讲了，刚才，好吧？好了，老妈妈啊，自己身体当心啊，老妈妈。好了，老妈妈不看了。你看很多了，刚刚看了3个人了。你身上也有。身上也有。紧张呀。他马上要说了，他马上要说了。哎呀，你再帮我看看我身上是谁呀？好了。你叫他念9章吧，好吧？罗台长你好。我是42年的马。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从小到现在一直生病。你是吧？嗯。你不要讲了，你打胎过孩子了。对。有2个孩子在你身上，我现在目前看到的。一个在你的肠胃上面。还有一个在你的腰上面。还有你经常在腰上的这个还跑到你头上去，所以你经常会有点偏头痛。对。明白了吗？对。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你这个人瘦很长，人也蛮好的，但是嘴不好，喜欢说人家。下次听台长的话，改不改？改。那就对了。遮住，赶快！镜子是倒霉的。房间里如果镜子啊，那是风水上来讲是犯忌的，大家听着啊。所以房间里，澳大利亚房间里都有镜子的，睡房里，所以最好把那个镜子全部把它遮起来。我拿窗帘布帘。对，上面弄个窗帘，白天把它拉开，晚上把它拉起来。我全部拉起，每天也不拉开。
就害怕镜子。对了，镜子属阴的呀。那我看到我这个右手是疼得不得了，现在。你属什么？属马的，四二年属马的。哦，你的右手痛的是这个地方。对。嗯。哎呀，现在已经有点抬不起来了。对对。啊。妈妈，我看你这里血液全部走不过来。对对。啊。医生是不是也这么讲的？哎，我不骗子。看见了吧？啊，台长用不着排队，直接拍骗子。哎，好不好？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第一啊，把那个手啊啊，经常呢啊往上啊，上不了的话，你就这么念经，念经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念经之后啊，你的手啊就这样，明白吗？就接那个气，接菩萨那个气，念大悲咒，念完了之后就这样啊，这个手呢就念完大悲咒，这个手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手放在这个地方。就像人家说这样的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就把这两个气场交叉的，就是让里边来循环。接通。有。接通的，能明白吗？好不好？啊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我看没有什么灵性，就是小孩子两个。哦。好吗？浑身都是病，看了生病。浑身都是病的话，因为你一个地方不舒服了，你整个身体就不舒服，明白了吗？好不好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颈椎脖子当心一点。哦，明白吗？镜子不遮起来就没事了，这样拉起来。镜子遮起来就是说不能让阴气上你的身，并不代表你打胎的孩子可以不超度。老妈妈一定要超度，听得懂吗？你把人家打死了，你是有罪的。好的。好不好？人家本来来投胎开开心心的，被你碰弄死了，你一定有罪，明白了吗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就是死在你肚子里，就是你的罪孽，明白了吗？我还想问一下，是小时候爸爸妈妈起的名字哦，我怀疑那小房子好像效果不是最好。哦，这个有可能。这个名字可能有差距，因为啊，你赶快要那个叫劝导哦，赶紧要那个声纹呐，名字要声纹的。不是，我是不是还不知道现在要不要声纹，我就。不，如果你一直叫这个名字的话，如果你声了纹的话，就等于天上和地下都知道你改名字了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声纹怎么声？你到门口去问，他们会教你的。有一张纸，好吗？还想问一下，我爸爸妈妈在哪里？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一个人只能问两个问题。谢谢。好吧，哎，赶快啊！台长你好。你好。说实话，我今天是第一次来，然后我对佛学才了解一个月。啊。所以就是可能问的问题有一些幼稚。没有关系。啊，我想先帮我爸爸问，他是62年的牛，然后想问身体有什么注意，是不是有灵性或者孽障？嗯，爸爸，62年属什么？属牛。嗯，你爸爸事业不错。对。但是你爸爸容易得罪人，犯小人，听得懂吗？因为这个牛边上有很多的树枝阻挡着它在前进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哎，我一讲你都明白了。犯小人，有人专门挤他、弄他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就是他现在身体是腰椎部分很不好，所以就是想。好，腿也不好，腰和腿都不好。腿他没有腰那么严重，还是有点。腰椎间盘突出就对，影响到腿了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他的心脏啊也有问题啊，胸闷啊，听得懂吗？我跟你讲的事情，你全写下来，不要等到你爸爸以后胸痛的时候、心脏病发的时候，你才告诉我卢台长讲的对，这种事情多得很呢，听得懂吗？台长是预测，什么都看得见的，明白了吗？还有还要我讲下去吗？
你现在来不及，不要来不及哭，哭的时候在你后面呢。你家庭，你听得懂吗？你爸爸感情不好，知道吗？哎。啊，听得懂，谢谢台长。嗯。我知道。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他？赶快啦，帮他念姐姐咒啊。具体要念多少遍？应该怎么念？要念49遍，很短的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父亲某某某能够化解冤结，然后一念49遍，明白了吗？还要给你爸爸念心经，让他开悟开悟，还要给你爸爸念一点消灾吉祥神咒，让你爸爸能够在事业上能够顺顺利利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要让你爸爸少吃活的海鲜。对，他因为应酬的关系经常吃。哎，你要讲都不要讲，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你一抱你爸爸的属下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爸爸是哪级干部。台长真的厉害，听得懂吗？谢谢。嗯，好啦，小姑娘自己要记住啊，爸爸跟妈妈的关系要搞好，你在当中很重要，听得懂吗？你们家里会出很多事情的，还要我讲啊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妈妈的身体，她也是62年的牛。嗯，你妈妈身体不好。她是心脏和胆不太好。对。哇，你妈妈也是个干部。嗯。属牛的是吧？对。嗯，脾气大得不得了，倔，跟你爸爸对顶啊。两个人对顶。近两年不会，以前。哎，这两年不会的，一直对敌的，他们两个人命犯冲，听得懂吗？不要告诉他们，叫他们多念念经，念念心经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其他没什么了。那现在因为时间也快到了，再帮我看一下我自己吧。不看了，只能看两个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，台长跟大家讲，跟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今天你们来都是好朋友，台长跟大家结个缘啊，我给大家看图腾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让大家能够转好，所以希望大家珍惜台长，珍惜佛缘啊，谢谢大家。